日本喜剧大师三谷幸喜空降 Movie Movie。今次他还带了一班华丽巨星，和大家在爆笑声中迎接新年。爆大镬，无私隐，挑战一镜直落无 NG。三谷幸喜大空降，一代名将织田信长死后，人人各为鬼胎，名为开会，实情台底开片，清衰会议。一人有一个故事，奇妙的偶遇就在这间食店发生。银河街道搞搞搞，新一年一于笑口常开。逢星期五晚十点起，焦点导演三谷幸喜，只在 Movie Movie。